嗨，各位同学嘞！哦，大家熟不熟悉啊？这是哪里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好想你们哦！知道吗？我现在要先唱一首歌哦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永远快乐！哇，我唱这一首歌，我要特别为7月份的寿星庆生。哦，虽然我没办法一起吹蜡烛，可是我们用满满的生日快乐祝福我们7月的寿星，Happy Happy Happy！那寿星的名单有谁呢？好，我现在要来念喽。哦，7月1号。占用文，7月4号有2位哦，陈巧芳还有刘芳怡，耶、好，15号有陈明慧，还有接下来餐饮班的刘燕西，还有吴博仪，还有15号是陈二班的君龙，还有 PA 徐玉顺。哇，以往我们都会一起来庆祝，啊，没关系，下次开学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会为每个月的寿星来庆生。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应有圣经告诉我，凡小孩子。主牧羊，我虽软弱，主刚强。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因圣经告诉我。各位同学。接下来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棒的影片哦，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没办法上生命教育，可是这个影片也很有意思，里面的小女孩她是主角，那你会慢慢看到哦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哦也告诉我们，哎，我们应该哎在生活之中可以去留意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部影片。